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冠志，很开心这次可以饰演小冯的这个角色，我超级嗨的，很期待。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比较正常，就是可能你好可爱哦，好帅哦，这我都可以接受。但我有遇过很厉害的是，我这种收过 XX 照哎。真的认真，然后我一看到我就会马上封锁删除，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没有回应，没有回应。通常看到这种东西就是封锁。你说我的粉丝吗？男生，真的都是男生，还不错啊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某部分算是像的，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也有被排挤过，所以也是为了跟大家相处的开心愉悦，所以改变我自己，让自己变得生活中的丑角，逗大家开心。因为我很喜欢看周星驰的电影，所以我会背很多周星驰电影的台词，然后模仿给身边的朋友笑啊，就是让自己敞开心胸，然后不要怕丢脸。很简单，因为红烧翅膀我喜欢吃，但是你老娘说你快升天。先这样就好。我要分享一个我大学大二的时候有一个经验。我去游泳池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戴眼镜，所以很蒙，然后我在烤箱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人一直在看我，然后我就这样眼睛眯眯的这样回看我，因为我想要看清楚到底是谁，然后我就这样一直看，然后他就一直看我。后来我真的快受不了，我快烤焦了。然后我就去淋浴间，我在淋浴间冲水的时候，我就听到后面有布帘拉开的声音。然后我就回头，就看到一颗头这样子在看我洗澡哎。然后我真的当场就怎么了吗？因为我想说应该都是男生，就没什么事。然后说怎么了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就关掉。然后他就继续冲他的澡，我就冲完。要去收东西的时候，我是看到他的布帘是没有关的，然后他是面对着我，这边也都没有穿，然后就这样一直冲一直冲，这样子在看我，他是这样子在看我，然后我就因为那时候很怕，也怕得罪人，然后就是这样傻傻，然后他就这样一直看，然后我就收我的东西，后来他就这样，然后我就我吗？他就这样。然后我就还很乖的过去，他来问我说：“你是圈内人吗？”然后我说：“啊，圈内人什么意思啊？”他就说：“哦，我原本也不是，可是试了之后觉得还不错，你要试试看吗？”哇，我就觉得超级大胆的，然后我就没有理他，我当然东西赶快拿了就跑掉了。我如果遇到我喜欢的人，我也是主动派的，而且我是非常冲动的那种。我想一下。哦，有一个之前有追一个对象，然后他可能工作来不及了，但是他的工作在新竹，我就直接从台北骑摩托车半夜载他到新竹，然后再回来，这样算冲动吗？有冲动哦，啊？保密一下啦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美味佳肴，迷你鸟也可以变凤凰的，可以哈。好，好玩 ，OK， 转过来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